在家里能做奶茶店的爆款，金钻烤奶，锅里放红糖，30度白凉粉，5块汤水，搅拌均匀煮开，倒入盘里冷却凝固，划成小盘子，金钻就做好了。糖色茶叶炒出糖色，加入开水，纯羊奶，奶茶就做好了。挤入金钻，再倒入奶茶，就可以喝了，赶紧试试吧。